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真济，真济，请大家跟我做会皈依三宝。下礼尊念我地主妙音，书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利约中尊，皈依精舍诸众中尊。下礼尊念我地主妙音，书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利约中尊，皈依精舍诸众中尊。下礼尊念我地主妙音，书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利约中尊，皈依精舍诸众中尊。正看大经何注第609页第一行实际上咱来看608页最后一句话，伊则连会着，连会起来论著有曰：不可思议力者，总之以何国土17种庄严功德力，不可得思议呀。对这个来看起，这17种的庄严，我想各位同学拢真熟，讲过真多遍咯。参考资料内面有教行法所内底嘛有，三藏法所内底嘛有，佛学大师典嘛有查会到的，咱咱来看念六的注解，此中佛陀不可思议有两种力，这个要知道，一家业力为法藏菩萨出世贤君大愿业力所成，你吃了正觉阿弥陀法王，就是阿弥陀佛啦。先诸其力所力，我后来对个人讲个啊，那有弥陀无上最先诸其国土之功德威力所力行。这段对咱学净土的人来讲的真重要啊！极乐世界好啊，好在何位？为什么遐尼啊殊胜庄严，超过一切诸佛刹土呢？这里给咱透信息咯，伊有两种力量，第一种呢是业力，业力不是咱的业力啊。阿弥陀佛，天地，
啊，未幸福的时阵，伊啊是一个国王，下去王位，做家修道。我名是法宗 BQ。那伊发一个大愿，这个大愿什么呢？实在讲，一切诸佛出现的世间，乃以至公菩萨、罗汉，乃公家的再来人，这个啊、世间真有啊！每一个时代都有，每一个地区都有。为什么呢？大慈大悲啊，救苦救难啊。那四方世观，咱拢知影。第一观，众生无边誓愿多。这个众生这两字，然后讲是对佛来讲，阿弥陀来讲，这个啊众生包括顶级菩萨在其中，向下呢一直到无间地狱，啊无间地狱内面。也有军事的众生，那么当我不知道，因为什么对地狱？这是好多啊，好名闻利用啊，没去了啊，贞观大帝。做了罪孽啊！原本是要要护持正法呢，最后就是障碍正法啦。长期啊，众生会发心回命啊，这个罪过都是无间地狱啊，何况是不容易啊！佛法的世间。真正起作用，还有大护法来护持啊，才会起作用啊。所以我常在讲，佛法的世间最主要的是护法，方法是基础啊，护法啊是做老板的啊，像这学校同款。护法的是校长啊，啊，三个主要的工作人员，一个也是管教务，一个是管训导，一个管总务的，佮加着校长，四大护法啦。啊，护法是甚物人呢？教员呐、啊。伊若无请你来教主，你无讲台啊？你未起作用啊？啊，所以佛法主要聘请最会老师，佛法的这些教员呢？钢筋教学的，伊需要是真正护法的人，这是一个配合护法啦，才会当主宰世间，失去真大的作用。啊，知无自先，也欠一边都未用呢，天哪，有何事？不弘扬呢，
甲学校办好了，学生少来了，无老师教，你袂当成就啊！今仔有老师，伫厝内教一个教两个，无问题啊。伫社会上产生影响，伊做袂到，无学校啊，无课堂啊。啊！我这一生，对年轻的时阵，人生佛法都发心嘛。我的老师张家大师跟我出家啊，跟我有释迦牟尼佛。叫我读释迦弘誓，读释迦谱，甲我讲学佛对佛祖爱认识。啊，你无认识释迦牟尼佛，你会去行弯路，家己毋知影。啊，嘛有可能你会行着邪路，行着岔路。你都完全错了。我对老师啊，年轻的时阵，甲伊大成，对有中国佛教大成八宗派。拢欢喜啊！但是我的能力，八宗派典籍拢学是无可能的啊！只会当伫其中学者两三种，迄都真多咯。啊，我会当算讲学真多，学华严，学法华，学楞严，学圆觉，啊，学法相，学唯识，学般若波罗蜜，学了座坛经，学应伽大师禅宗集。正道歌，我真正有未少啊！啊，密宗虽然无正式的学习，给你研究深啊，老师是密宗的上师啊，啊，伊甲我讲，密是啊，建立伫现的基础上。无深厚显教的基础，是袂当学密的啊！所以教我伫显教顶面来用功夫，有七十年、二十年，会当学密啦。啊，大师完结了后呢，啊。都找无一个好老师了，所以啊，你无学啊。啊，最后我讲华严，我华林严认识了净土，满年呢归心净土了，其他隆重放下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人啊，有生死啊。啊，好出现的世间，伊就有一个目的啊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苦咧有究竟苦，
根本苦。为什么？六道轮回啊！你当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这个离究竟苦啊，永远都个无苦了。你乐，乐有究竟乐，灵好自己的乐，还是多位啊？叫做世界啊！所以啊，两性教叫做世界，得到究竟乐，离究竟苦啊！我把这弄清楚、弄明白了，我才相信啊！啊，我倒转来。把以前大经大论拢总放下，专攻无量寿经。我这个无量寿经的这个回集本，这老师传给我呀。啊，老师早年在台中讲过一遍。那时阵我甲伊无认识，拄下有佛，唔捌伊啊。啊，我会记得我31岁，认识李老师啊，佮伊有经教。这也是一个在家技术通中通教严密运用，在台湾也是一稀有的大德啊！啊，我有缘分亲近伊第十年，经教完全是对伊迄地而来，那根基呢是伫。中家大师迄地奠定的，年纪太大了，26岁才接触啊！啊，我那是早十年接触，迄就无同咯。你的基础都拍个真在咯，啊，顶个是中年半路出家。买一点皮毛念念啊，一点啊皮毛，有先地行因多，我无惊唔着咯，无惊弯路，无迷失方向，才有一点啊小成就啊。啊，这是无缘分的。古人讲啊，真好，无缘分，即独善其身；无缘分呢，兼善天下。啊，今仔日。这个有高科技，无缘分用这方法，会当方法离生，也唔免讲长，有一个念名笔，有这套的设备，啊，有一寡这同学热心来支持，来用这方法。恭敬做伙来学习，全世界拢会收看到。只要你唔免当时随时拍开频道，你拢会去看到啊。24小时不中断啦！啊，这是过去。假期的以前啊，这假期是六十年啊，六十年前唔敢想象啊，
啊，咱用这个方法，用网络有二十年啦，用卫星电视十三年啊，这个十三年时间无长啊，影响非常的啊广大。这个是佛菩萨给咱开了一批的另外一条的路啊。今天你的佛法所以到结束了，因为什么衰呢？老师跟我说这不学生啊，老师要找的学生就要具备三个条件：老实听话、认真的做。要有这三个条件，现在是无得找了，无了。要有老实的人，唔去发心。有发心的人不一定老实了，甚至个要未少的人，啊，这件大事呢，大乘佛法当作是发来啊，无性的一个行业来看。有未少的人啊，这个惊吓咯，那是骗，想得太离谱咯。啊，咱都卖去讲伊啊，咱看了这个现象，我倒转来，哎呀，反省家己。家己是不是有落在这个苦啊里底？这重要啊！那若是讲发现咯，赶紧都爱改过自新啦。一定都爱伫说法里底，明文利用，边都未去目掉，那真可怕咯！遐陷阱啊！愈陷愈深，到最后未当自拔，唔是方法理性，是障碍正法。迄做的就是地狱的业因。啊，真正用真心的人无咯，用真心都是老实的。别人骗我，我未骗别人。嘛，别人诽谤我，我未去诽谤别人。这是老实人啊！那别人侮辱我，我会恭敬伊啊！一生为个任何人。对你嘛，每个任何事物啊，对你，这老实啊，真老实，要有对立呗，错咯，对立是偏见呐，要有这种念头啊，要来误分呢。得袂到好处啊！佛法真正那就是开悟咯，是正果，修行初果，爱破五种的见识，头一个心见，第二个边见，啊，伊也有心见，有心见就有贪嗔痴慢疑。有心见
都会甲人竞争，啊，所以伊袂当种草果啊，伊永远伫咧门口诶，要去倒位去找一个真正放下成见、偏见、成见诶人呢？成见自以为是啊。未当接受先知识的教诲，真正先知识嘛唔敢去接受伊啊？为什么伊未当接受？伊会排斥啦。啊，这个呢，都是自性有障碍啊。这个障碍若堵起，这会当啊入佛门啊。啊，拄着真正显地识，真咖哩啊。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。那是佛，有些都。拢是安尼，啊，一个人伊会咖哩，啊，真热心咖哩，我都是好这感动啊！啊，我的第三个老师，彭东密先生教我，我的课，我的讲堂，伫引导来对，学生就是我一个尔。我甲伊有贴合，伊甲我讲一部贴合概论，贴合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贴合，我对这个所在入佛门了。啊，年轻时阵，你肯不正啊？你认为佛教是宗教，是迷信？从来拢无接触过，距离伊啊，足远足远的。老师上这堂课，我就怀疑啊，我讲佛教是宗教啊，是迷信啊，伊哪会有贴合呢？老师甲我讲，你阿个招戏啊！你啊，你唔知呀？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家，来生佛法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，好分啦，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哇！伫这个单元，这完全从清楚、从明白咯。这才去注意到佛教啊！老师刷落去，佮我讲，因那里的佛教无伫寺庙啊！我讲啊，伫倒位啊？伫经典啊！啊！你啊，去寺庙，遐个出家人无咧研究经教咯，伊对经教未了解。啊！你去问伊唔知呀，所以啊，你一定都爱去读经典啦、啊。老师这句话非常重要啊！哪个伊无甲我讲，我去寺庙去找出家人。盖当佛经贴合啊！哪讲伊否定？伊讲佛教是宗教，唔是贴合啊！啊，我就会迷惑咯。到底是啥人对？啥人唔对？
啊，所以老师甲话讲清楚，讲明白。我去寺庙去对出家人恭敬啊，无必敢问。我去啊，照经书来看，迄、那个时代，经书都寺庙以外，别个所在拢找无诶。啊，重要的经论就来抄啊，用手来抄。书店啊，拢嘛无印这款书，我也无这款书啊，只有手抄的。我过抄袂少部，这几年来啊，印刷术哇都爱进步了。你今仔向商务印书馆，我只买一套《四库全书》，伊拢给你印啦，连一套伊都肯印啦。啊，你过去无三百套，伊是唔敢印，为什么？三百套收费成本，三百套以外，伊就趁钱咯。你啊，想看嘛？现在单独啊，甲你啊印一波，那个收成本也去赚你的钱。印刷术发达啦，当初方便啦、啊。现在人比阮较有福报，阮迄阵啊用手抄，伊现在伫厝内会当放大藏经，甚至会当放四库全书。啊，迄、那个时阵，若有遮大福报，是皇上才有啊。咱想都不可能啊！啊，所以这是咱来知影呀。啊，林师傅教了后，我就认真学习咯。啊，是个人无错，个人教学理念啊，有两句话，方法呢有两句话，来遵守啊。教学的理念，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，当时袂用咧学两门，学两门你会分心。已经难得受用，绝对是同款的啊！一项学完，再能学第二项，袂用同时学两项，这啊非常重要啊！所以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。那方法呢？书千遍，句句自见，还读过书啊！一边一边来读，啊，这一科，咱那附近叫品，就像儒家咧讲的，一篇一章，现在叫一科，啊，我读一品。一天读几遍？读十遍。像这个《无量寿经》无算长，对头到尾念一遍，基础大概都要两小时。两钟半你念熟了，就一点钟。两个真心都不如流了，大概是半点钟、三十分钟就念完了。要安怎呢？一天要念满十小时，十小时初学的是五波，半年了后十波，一小时当念一波，两年了后就当念二十波，
二十小时啊，对头到尾念二十遍。那清净一年落来了，一天十小时，念啊一千步，两千步，阿弥陀佛才会用你啊！你无念错，无念漏高。那念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基于自见啊，自见就是开悟啊。啊，大乘是读，读是修定啊。那为什么叫你念十小时的主呢？十小时心内无梦想咯，无杂念咯，这敢是修定呢？原来是用读主的方法来修禅定啊，妙结咯。定久了啊，就会开悟了。定起作用就是开悟，我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天悟。大概也是头前的十年啊，小悟啊，小悟嘛是真了不起呢。这部经啊，你讲啊，头头是道。你讲出来是诸行老出来，不是智慧啊。那我念两千波，哦，你的深度、广度都更加明显啦。啊，那会当念到五千遍、一万遍，啊，都真有可能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咯。禅宗用参究，教下是用读诵的啊。教下叫做大开眼界，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，就是净土宗的理一心不乱。海贤老和尚一句阿弥陀佛，念到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我看伊个碟片，看七十外遍了。我看会出来，伊什么时阵大彻大悟？应该是二十年。这个好好念二十年，二十年你也无间断，除了去困以外。只顾佛号从来无丢失过，一句刷一句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为妨碍工作啊！啊，伊个工作是做禅啊，标准的农夫。伊唔捌字，无读过书，开悟了后，伊无一项唔知影。慧能大师同款啦，慧能大师是顿悟啊，伊是渐悟啊，无论是顿渐，悟你个境界完全同款啦。这咱未当讲唔知影呀，啊，所以现在困难，困难伫现在少年人心浮气浮啊，无真诚心，无恭敬心，定未落来啊，所以老师啊，无得去找学生啊，我拄着老师，老师慈悲啊，佫肯教我。因为什么？我有一点啊诚敬心，有一点啊恭敬心。我听甲同学讲，讲甲真清楚。我对老师、对学习的这个课程，真诚恭敬，只会当拍三十分。
啊，伫因这标准，我是未及格呀。但是今仔日伫大学内底去查，学生内底大概啊，神经啊，恭敬，我相信只有三分、五分啦、啊。我这三十分都真正苦苦考了，真正难得咯。啊，那是用因的标准呢，我是未及格，伊未教我。至于在这个时代，我要够三十分啦、啊，比录取咯。也就说明现在学校少年人当中找无三十分的啊，找无啊，也袂安怎呢？性教会断绝啦，这是我真正担忧的一件代志。但靠啥人？真正要靠佛菩萨再来啊！佛菩萨再来啊！成长不容易啊！为什么？社会的障碍，下地下见，在识名利的诱惑，敢袂动心呢？心一个动就完了。不容易啊！要去倒位啊？去找这般的人啊！啊，所以我希望讲来办一个啊，汉学院。希望办一个一条龙的学校，什么叫一条龙？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一直向上升，招生只招幼稚园的学生，小以上无咧招插班生，无要招生，拢是因升级升起去，封闭式的，是回头园啊。跟完完全断绝啊！你是封闭或者十年、二十年，伊那都是古早时阵的圣贤君子出现，这起作用为起创世的作用，什么叫创世？哦，这些人去汉学院去教书，这是因终生的职业，一生就是教学。啊，你会当对全世界像一般大学同款的招生，老师呢，都要一条龙学校毕业的，才会当做老师。啊，伊讲的是真学问啦、啊。啊，是确确实实，古圣先贤、圣贤君子的圣传啦，第佛法、佛菩萨的圣传啦，外面是未用你接触，接触的有派啊，拢废去了。啊，所以啊，阿弥陀真厉害啊。伊伫西方建立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公台无边际，但是是封闭式。伊无来接应你，你唔知伊伫倒位。啊，进入这个道场呢，啊，进入这个学校，保证啊，一生进着圆满佛果。
咱要向阿弥陀学习的所在太多了，真正是咱好榜样啊！所以伊这四十八愿，咱来好发了，咱来发甲伊啊同款的大愿，修同款的啊大行。咱呐，甲伊啊融成一体啊！甲阿弥陀佛同心、同愿、同德、同行，拢嘛伫这部经的顶面。这部经对同阿会记。古代的给判定是中本的华严，我也相信净土是灵严华严奠定的基础啊。我那是无这基础，我未相信净土法门。记起我讲《华严经》，讲四千多小时，我倒转来看《无量寿经》，甲《华严》来对比，古人讲的话无错，我相信啊，我承认中本。华严，华严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完全共款，只是华严讲啊真详细，只是讲啊简单，拢共款啦。阿弥陀经讲搁较简单，小本华严。佛说阿弥陀经，无量寿经中本华严，所以呢，我嘛对一寡朋友讲，伊想要学经教，你若想讲将来要教无量寿经讲歪了，讲啊天花乱坠，爱先学华严。华严学会向你咯，学这太简单咯，太容易咯，这是华严的三六零啊。完全拢无障碍，所以爱学法藏比丘。为一切苦难众生建立四十八愿，那四十八愿都是在极乐世界，那极乐世界是按照做成功的四十八愿做成的，出世成君啊，世出世是伊毋是你，台湾也是你成就的。第二是正觉阿弥陀法王，现主持力所接受的。这是阿弥陀佛古上的善君，后前的第一类是印象的善君，四十八愿。后面啊，这是在讲极乐世界，
国土十七种庄严啊，世尊就是老师啊，老师是阿弥陀佛，八种庄严，往生的东方呢，无论是什么身份，只要生到极乐世界，对是佛土，常常变往生到东极土。啊，变往生，龙马是啊，阿弥陀佛，现诸势力所摄受的，该做阿维瓦帝菩萨了，这不得了啊！咱未当唔知影呀，啊，到了极乐世界，定有时啊，成佛啦。啊，虽然无成佛，无正理啊，已经成佛。为什么？寿命无量啊！这个所在敢唔去呢？非去不可啊！这个世界未当去大咯。在这个世界学习弘化理性，哎，记得宗家大师头一天教我的看破放下。啊，看法是什么呢？对于这个世界认识清楚，这个世界是假象啊，无将是真实的。你若该当作真实，你就作业了。作业就有善恶，善业三善道，恶业三恶道。这是什么？六道轮回啊！你未当出六道轮回啊！啊，你真该看破，你就会出六道轮回。为什么？我善恶业拢未做啊！修善呢，未藏在心内；做恶呢，也未藏在心内。心内善恶条件都拢无，有不济啊！三轮体空，两边不足，中道不准，这就是应无所住，离生机心。修行、教学是有起心的，起心安怎呢？无助啊，无助就是未放在心内啊，未放在心内。会起心动念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这是啊功夫啊，这是本事啊，初学的人做未到，总得爱有十几二十年的功夫，慢慢啊，脚步徛在咯。你对立足呢？你无助立足。那心态啊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以外，什么都无了。那跟个心态啊，一定要记得，除阿弥陀佛以外，无论坑什么拢会作业啊。佛法嘛，未当坑啊。金刚经上讲啊，真好，法相应下，何况归法，法就是佛法啦。佛法都唔当藏咧心内，何况世间法？你的清净心现前咯，平等心现前咯，大彻大悟现前。清净心是阿罗汉，
平等心也是菩萨，迄、那个角是大铁大我，是佛啦、啊。你看，你都成阿罗汉，成菩萨，成佛啦、啊。啊，这些人那么就无助信心，信心无助。啊，咱世间人信心嘛、啊，信善心。为一切众生服务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！这善业，来生离六道轮回三善道啊！啊，如果也够有这人呀、啊，骗人呀、啊，也有这种念头、这种手段，啊，你做一些三恶道咯，来生地狱五鬼精神。去得去咯，三恶道唔通去啊！为什么去较容易出来真困难啊？啊，对了，你三恶道时间是真长真长咯。那地界是轮劫算的啊，唔通去啊！对人生都得好法不容易啊！啊，要是未当脱离轮回，那就太冤枉了。啊，今天佛教，有人问我讲，你是不是当做一个简单的介绍？因那里无咯，但顶一辈全部拢嘛无滴的咯，要有一挂地下老和尚，比地下老和尚慢一辈有，有啊，报经法师，有谭喜法师，谭喜在香港大学，到未少年，当时在香港办一个华南学佛院，这里面的学生，我有认识十几个，然后现上往生了后。行业就无咯，无去办咯。啊，即、这个同学大概有一半去美国、加拿大，我伫迄边去拄着因。可惜伫外国未当讲经，无人要听。啊，因来当讲伫香港。会当不断的讲经，香港听众嘛无罪。我啊头一摆来香港讲经，听怀法师甲我讲，香港人无咧听经啊。法师来这边讲经，第一讲真侪人来，是甲来祝贺的。第二摆来咧，是你结束最后一讲以来。伊来头来尾，中啊无来，所以叫我心理上爱有准备。啊，真侪出名的老法师来这边讲经，拢嘛是这款的。伊讲你无出名，年轻，我来时阵也未讲算是年轻，四十九岁，我会记得我是四十九岁。啊，伊讲你来这边来讲经。惊伊讲未讲有人来听，我讲不要紧啦。我桌仔椅仔摆好，我对桌仔椅仔来讲啊，成功说话，惋惜诶点头啊，有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就无问题咯。我讲我真欢喜啊，无想讲我这个发言未歹，对于开讲一讲，
到讲圆满四个月啊，每天坐位拢坐个满满，啊有真侪人徛咧边啊咧听。听我法师讲啊，法师发言真正殊胜啊，发言真好啊。啊，所以啊，唔免惊，咱连续讲啊，来了我都真感谢。啊，讲唔对的所在，请大家来批评，赶快修正。我唔敢讲是咧讲经，我讲学习，我来做报告。这啲下面咧，拢嘛是我的老师，拢是我的监学，我用这款心态，安尼就好了。所以啊，真无容易啊！啊，我有一段时期伫美国加拿大四国去讲经，听讲确实啊，少的时阵啊是三五个尔，多的时阵呢二三十个。啊，哪个都是刚来了有八九十个呢？有一百外人，那就稀有难逢咯。有点太殊胜了。啊，严白法师，唔知行情啊？金家精改抢去美国，伊欢欢喜喜咯。多两个月，伊个真爱用哩。伫台湾讲经，有三四百个人讲听经，啊，这个所在来有三四十个人，人就讲法师你的发言殊胜。这么多人来听，他一个听到这话心都凉了、啊、所以离开美国去新加坡、啊、在新加坡还不错，新加坡的听众、啊、有五六百人，我去参观去，他是一个讲经的法师，好在著作真多，写未少书，大我十岁，我是老朋友咯。伫新加坡常常斗阵，啊，所以讲到这段咧，我、哦、是非常的感叹啦，叫做世界富啊，听经的人。无量无边无数啊！啊，当时当分身，你希望一切诸佛刹土度化有缘的众生，应当去啊，无怀疑啊。有十七种功德成就中，第一。为庄严清净功德成就，那论诸法，诸清净是中相。佛本所以基础庄严清净啊功德者，见三界是佛为相，是论转相，是无穷相，无穷是啊，即心思相。如即何？即何？可亲唐孙权，如贪见主薄，哀哉众生！地处三界，颠倒不净啊！论住到即地呢？拢是咧讲咱咧六道轮回，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这轮回来对，吉祥啊，太苦了。你这来对众生，拢嘛受骗咯，哦，六道轮回骗去咯。呀、啊，最讲伊是真咧，大错特错咯。啊，所以阿弥陀佛
发大慈大悲，发这个愿，欲替众生有不虚为处，把这些众生都给他带走啊，带去一个未富贵的所在，就是极乐世界。有不轮回处，有不无穷处，这无穷讲生死无穷，都、就是啊不生不死的所在。这条比经安乐大清净处，是故起处清净庄严功德也。这是阿弥陀佛。阿弥成佛以前，看到这个状况，啊，就是讲看到六道轮回的人太可怜了，太低落，未来对，完全唔知事实真相。所以发起庄严清净功德成就。啊，这是依报庄严十七种功德的总相。今经我应无众苦啊，到这个世界就无苦咯，真正离苦咯。无论是物质方面、精神方面呢，未搁再有苦受咯，未搁再有灾难咯。现在社会动乱，地球灾变无穷，不可能啊！无叫世界都无啊！恶处呢，就是三恶道，地下五鬼精神，叫做世界拢无啊！魔恼，魔恼是烦恼啊！这世间。无恼，无有穷尽，到这个世界永远都无了。也正啊，因此功德成就呀。那是讲无量功德苦叫庄严，都、就是即个成就啊。也到即地是念老，甲咱做即品的介绍啊。伊无做些介绍。那你现在来看别相，第一段还现应无众苦，即个也分三段。咱看经文，应无众苦，诸难恶处，莫恼之名。但是三句话只有十二字，甲咱现在生活环境拢都讲尽咯，讲完满。啊，咱今仔日住伫这个地球上，真苦，太苦咯，阻难呢啊，都太多咯。高处什么都，高处人满，天堂人少，也有莫闹。啊，什么是魔？儒家。祖传顶面有一句话，
周秋明讲呀，您去上这妖星啊，我轮我想放弃了，人就变作妖魔鬼怪啊！你还无烦恼呢？阿雄是我雄，人机内地心，这社会真正是不仁不义，无地无力无心，唔是人啊！妖魔鬼怪啊，今仔社会是不是安尼呢？那要去倒位去找一个公仁公义的人呢？无咯，确实是无地无智慧，无礼貌，无信用，拢在骗人啊！周秋明这句话甲佛经上的这句意思完全共款的。难看念念乐主解，众苦者苦以逼恼为依，苦思啊众多。诸经论中为啊，三苦啊，八苦定，覆盖分罪分类，三种苦，八种苦啊，三苦呢是苦苦，坏苦，行苦啊，阿弥讲行苦。第一讲苦苦，下面这个苦，是名词；顶面这个苦，是动词。初心已是苦果，更加众苦，别别真心，苦上加苦。苦挖苦苦，心确实是苦啊！每天啊，为着要照顾这个心，照顾啊不如烦啦！哦，这个心受尽苦头啊！这个就是啊，苦苦啊！啊，众苦呢，下面就讲了，这三苦是三大类，有家拢嘛有。第二种坏苦，出土无尽乐。虽有消分之乐，乐不求助，当乐坏时不幸有恼，何话坏苦？这个啊，身体消纵快乐，老了后啊，就苦来了，把酒啊灰了，鱼缸啊臭气了。对那么说的动作为零挖咯，坏苦的现前啦、啊。啊凶咯。
拢会变作苦啊，所以拢叫怀苦。啊，饮食啦，拄着下口味的好食，食一碗真快乐，食两碗真乐，叫你食上十碗，啊，你就袂乐咯，你就叫苦咯。乐会变作苦啊，苦也袂变作乐。人摕皮鞭甲你拍，拍你一鞭啊真疼，拍两鞭阁疼，拍一百鞭。你只知影疼，伊袂变作乐啊！啊，乐啊，乐会变作苦，苦也袂变作乐。这都甲你讲，乐是假啊，苦是真的，真的袂变啊。记忆啊，伊会变啦、啊，啊，认识清楚，所以也叫六界生悲哈。苦尽甘来啊，迄是一句安慰人的话，唔是真话啊。现在就是讲，这个世间修真苦薄了，来生更加苦了。来生去三恶道，敢不是更加苦呢？所以叫怀苦，怨苦，为苦回乐。为什么叫怨呢？因念念啊，牵流。故名为行，行是啊不足的意思，就是讲未停的。那咱人变老了，十年比十年老了，真容易看出来。一年比一年老，都无看出来。一天比一天老。有发现无？科学家甲人讲，一分啊比一分老，一秒比一秒老，也不足啊，也不会停的啊。佛甲人讲啊，弥勒菩萨甲人讲。咱念念不住，先念灭，后念生，念头灭了，后头个生，这种生灭，就要上偌济拜呢？啊，咱现在看电视屏幕，一秒钟一百拜。念念不住。阿弥陀菩萨跟人讲，咱的阿赖耶识先变，阿赖耶识是妄心，是啊，一个生灭心，一秒钟生灭偌济摆呢？2240雕，但你是雕，一秒钟2240雕出的生灭，你无停啊，这叫行苦啊！啊，顶面三苦，叫做世界永远拢无啊。如所超越。比个利欲清净，皆无苦苦，以情相连，以不净不不生不灭，那所以无怀苦，超过三界亦无行苦。经论上一句一个讲法，不苦。
八苦是人间的苦，三苦是讲有多轮回的苦，有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轮回的苦。八苦的是讲人间的苦，啊，咱来看八苦这条。即生老病死，这是每一个人都爱经历的。你无办法未经历这个世嘅阶段。除这一话，要爱别离，万境回，求不得，五阴七性。八苦啊，这地啊有介绍，生故胎恶是生苦，你来投胎时阵，你老母的胎胞内底爱住十个月，这十个月。就像伫地甲共款，所以甲比作地甲，你一点自由都无。啊，老母啉一杯冷水，伊就感觉那像伫寒冰地甲。伊那是食一寡小的物件，你就亲像伫八日地甲共款。可怜啊，你袂晓讲话啊，只有忍受啊。老也两种，那是老苦。人老了，人拢讨厌你，无人介意你啊，拢希望甲你距离保持较远远的。你讲你精神上偌痛苦，老苦就会啊。付出这个力，第三个病受苦痛是病苦破病啊！我有这个经验，也不破病，怎样病苦啊？看到破病的这个人呐、啊，你看伊所受的痛苦。这是啊，病苦。下面是四比分散，祖先四代，四代就是咱这器官。地水火风啊，这也是物质现象。四大啊，分散，还有啊，精神上的痛苦，你家里的惯习永远分离。袂当阁看到咯，有金色灌输，世界分散是思考啊。下面爱别离，爱接续合别离，将所亲爱之人。怪为离散啊，未当常常斗阵，爱别离啊，爱别离种类真多啊。欢喜故作环境，偏偏爱离开。我初学佛的时阵，
我看到一个人，是一个企业家，拥有真大的财富啊！在阳明山起一个别庄，非常华丽。我不地下住一暗，啊！我听因内面呢，这个工人甲我讲，这个主人，这个富翁，一工都唔捌住去，只是来看看就走去了，一暗都唔捌住去。伊得到临死，心爱别中，唔捌住过一暗，爱别离啊！想享福呢，请遐工人享福啊！有五六个工人咧照顾，因住伫遐咧享福，就是讲主管唔是伊个，有使用权。啊，真正厉害，享福啊！环境非常清幽，风景好啊，咱个风水好。哎，别的代志做会咯。第六个咧，万金辉，我们个对头，无介意要甲伊斗阵，逐工咧见面啊。啊！伫学校读书最讨厌的人，最无介意的人，偏偏摆咧座位，摆坐做伙，听听有啊！哇，冤家对头，无介意啊！逐工咧见面，啊，第七。求不得靠，求即欲得偏失。世间一切事物，心所爱傲者，求之理不能得，是名求不得靠。最后一个，我愿至诚靠，患中超越，我愿者是。受想行识也，不可头前五种是故，容易知影。后面啊，这条五阴七性还是阴，有这阴，这感头前的故，这阴一般人唔知影。五阴七性。因这覆盖之意，为令覆盖真性，不能显坏呀。性即性代之意，为情性乐彼事。定七种苦，种苦自知，我屈啊，我因此成苦。诸托不可告见啊，彼托应离诸苦啊。我因是色受想行识这五种，色啊是物质，啊咱身体物质的这部分。是属于色法，受想行识还是心感受对精神，受想行识，特别是色啊，受是感受，可能有迄个感受啊，想是梦想，杂念，行是这物件。一个刷一个，伊是生灭法；一个啊刷一个，前念灭后念生，永远不断呢。色呢，就是阿赖耶色，含种
一切先恶无其的经济，人讲记忆啊，就亲像这资料库、仓库、资料室，起心动念都嘛记忆之内底啦。拄着的缘，伊就起作用，那是当然是共款。有缘，伊就吊起来。我有一个老朋友，几年冇见面咯，一个见面一个连你讲伊啥人，迄什么啊？也是个来对，顶一摆迄个印象吊出来看到，这是对就冇错，是啊，伊啊起这个作用啊，这是因。要有因有果啊，头前七种啊是果报啊，这条是公因啊。彼陀极乐世界应离诸苦啊，所抄呢，圆寂大师做的啊，阿弥陀经所抄。这里面讲咯，比如国莲花化生，这无生苦，伊毋是伫胎胞，莲花化生，啊，伊无生苦，寒暑不迁，不迁就无变化，伊无老苦，啊，叫做世界无量寿啊，啊，心理分段。无分段生死，无病苦啊！生有命无量，即无死苦；无父母妻子，即无爱别离苦。诸上善人同回一处，即无万境回苦。所有诸智，即无求不得苦。叫做世界心想事成。你啊，想什么，伊就现什么。真正是啊，得到大自在啊！啊，观照空寂，即无我因自性苦，身心清净，一点不染。每一个人都嘛做到啊，亲像佛在经上所讲的。身心无住，无住身心，得大自在啊！我因自性是因，因观照空寂。就亲像观世音菩萨同款，照见我闻皆空，就是观照空寂，我因都无了。我因是障碍咱的自性啊，咱未当明心见性，就是讲无依。伊那个去掉，就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啦。啊，观照是看破，我已无去了，就是放下。下面我甲咱啊说明阻拦。啊，佛经上所讲的阿难。诸诸难之八难，为建和文化有众难，有名八无瑕啊，八无瑕为。没有
寒夏以修道业呀。伊来做障碍啊，是背障，都不难呢。环中超越，一地个难，地个之中，中也绵绵，受苦无间，终无见佛闻法，是故名难。既然不是啊，讲白行，你啊修学佛法的机会无了，这个难。你哩，真是难。地狱是无间啊，地狱，伊苦是未中断，啊，我咧听讲啊，爱因斯坦附体透一个信息，伊伫地狱，为什么？伊发明原子弹啦，哎，伫什么地角呢？核爆地角啊，都是将原子弹伫塔个顶啊落落来，当然分身啦、啊，脆骨咯，连细菌都袂当存在，伫种骨里面，啊，死了安怎呢？伊个活咯。放只车又搁挖咯，原子弹啊又搁在爆炸咯，永远不断地咧爆炸，伊啊不断地死，死了个死，死了个死，苦不堪言呐、啊！然后看到世人千万啊唔通用核武做战争的武器啊！如果那是核武战争，啊！去战争的这个人，这片战争的这个人，死去了后，罗马甲伊啊，降低一个地狱啊，透出的这个信息啊，这个信息是台湾地藏王菩萨。特别的温存伊来世间来附体，啊，这代志个世灵讲，马是退伊赎罪啊，所以啊，地狱太苦了，无见佛闻法的机会啊。在这里，精神难，精神道中受苦啊，无穷，终无见佛闻法，是故名难呐、啊。真正，你看啊，精神当中有修行人去对七心道无，真多啊。啊，精神啊，修行也有失去，说明个一生中修改阁未歹。那讲伊唔是讲真正修行，哪有这失去呢？这失去什么？看到别人修行，伊欢喜啊！啊，特别是狗啊、猫啊之类。明显
正宗。以前有人写一本书，叫《物有如此》，内面专门收集精神多念风声的，真有啊！那是一生念佛功夫未歹，临终一念错了，走去贴身刀去了。你贴身刀啊，后悔了。那所以看到别人念佛，一对的念。啊，对韩老和尚，主持这小辈时阵，年轻的时阵，就有这规工，同去做早暗课，这个规工甲大家聊佛，最后迄只规工往生咯。老王星一讲，人拢散了，伊阿弟还在聊。杨丁书就讲，拢走了，你也应该走了。这才几工，起咧和尚面前叫三声，阿就走去了啊。这是真的啊，这不是假啊，大家拢看到了。所以啊，这只几工。老和尚就是啊，对韩老和尚，给当作出家人同款，种在后山，真正往生啊，不是假啊。第三轨道，人讲有轨道，无轨道中就可无量啊，种有啊，见佛闻法。是个名难，什么是难呢？无拄到佛法是难啊！咱伫个世间咧做人呢，啊，一生啊，拢无拄到佛法的人真多啊！啊，难之中啊，唔知这是难啊！啊，所以见佛闻法是偌重要呀！啊，第四种中修天然，为出天以五百劫为修。寿命长啊，不是讲偌侪年，是五百劫啦。这是讲到位呢，世界第四禅中无上天，特别是四禅天当中的无上天。言无相者，以其啊心色不行，如冰湖之穷。咱知影，伊啊伫冰箱内底冰冻啊。寒天呢，真侪小动物呢，冬眠啊，嘛是无知觉，甲冰的鱼意思差不多咯。这是我都修行，都先基础啊，啊修无上定，修无上定啊。中府建佛文化所讲的难，拢有公告。建佛文化啦，由此知影建佛文化有偌尼啊重要呀，太重要了。
第五，北有陈越兰，还有有陈越华严性处，翻译书，不是翻音翻，翻译书性处。都是娑婆四大洲，这是八古罗洲，这个所在下面有公路，向东西南三洲，伊人寿一千岁，名无重要。无妖节，为独恶果不受教化，是圣人不出其中，不得见佛闻法，故名为难。这是福报啊！这位就是人天福报，比天不如，与人间，人间最殊胜的是目睭啊！咱这地是南啊，南疆亳州，地球是南疆亳州。这个北是北古罗州啊。这州的来对呢，无佛法、阿罗汉、菩萨，未是去那边。那边无法，人唔相信啊。所以个佛法无感应，以不见佛文化为难啦。人安怎会做难？咱知影咯。如果伫这地球上，咱来诽谤正法，咱讲佛法啦是迷信。劝人唔通相信佛法，迄人真正听了，真正放弃了，这什么业啊？甲人啊有福的因断去了，特别是修净土，因为净土，伊要真正相信。有可能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按一个讲了伊就弯咯你唔相信，而且唔相信回日本，唔相信念佛会当往生极乐世界。即摆缘分你该中断，你该障碍咯。这个古布啊，爱负责任的啊！这个罪业是对地狱，真可怕咯！由此知影，你那是劝一个人有福，这个人啊，真听你的话，心甘情愿往生净土咯。大主菩萨讲了。你的一生，跟两个人真正往生，都比你家己念佛的功德搁较大。然后你来看五个十个往生，你都是菩萨，你都不是凡人咯。你那是会当真正有影响力。几千人念佛，几万人念佛往生，你就是佛菩萨再来呀！这个道理也不啦，未让唔知影呀。下面第六个是梦，你看，痴迷的梦。
阴阿会到的。为初顶人追星中国，日夜将沉重，朦胧阴阿诸君不哭。地火出世，你不能见佛，痴迷未当看到，看未着佛，臭屁啊，听未着佛啊，说法的音声。啊！一教的咧有疑问，未当问，问未出来，这拢嘛是有障碍啊，要难啦、啊。然、啊、后第七种世地变聪难啊，这种人呢，伊也是世间聪明，下地聪理者，唔相信佛法。伊也有显卡，伊嘛真好辩论，完全咧做诶拢是障碍正法啦。伊认为讲伊破都迷信，认为讲伊真聪明，世地变聪难，将来啊一口开未来，对什么都。对去地讲，有会就袂赴咯。这种人，你世间啊真多，唔是少数。我家己啊年轻的时阵嘛捌做过，自以为聪明，啊破土迷信啊，这以后真正是创清楚、创明白了，这些忏悔啊。第八种生在佛前佛后，为佛出现如是，为大道师，令诸众生离生死苦，得涅槃乐。然后演者皆度着啊！啊，其生在佛前佛后者，由业中缘波啊，既不见佛，也不闻法。所以现在佛前佛后难，由此知也不出，虽甘报苦乐有余，离戒也不得见佛，不闻正法，故众生啊为难。啊，这地咱啊特别的注意着。是不见佛，不闻法，不见佛，连佛像都看无；不闻法，连佛菩萨名号拢听未到。这是啊，这一生当中啊，佛啊无缘呐。哪讲个是也得反驳，个批评。啊！第一书真正做的人，哦，认为佛教是迷信，佛教是欺骗人的。然后真正做已经学佛的人提心，无学佛的人唔敢学佛，这个啊罪业。拢在无间地狱啊！咱阿未当讲唔知影，啊，谤佛、谤法、谤比丘经，拢是业当的罪业，无间地狱啊！啊！因那所干掉的是无间地狱，非常可怕咯。咱啊，未当讲唔知影，
啊，今天的时间到了，啊，咱就学习到这里啊。